一天来找爸爸可以吗？可以吗？Yeah.
去也挺远。对，那边坐回去，我们那边看到的。坐回去再看。坐回去再出发。哦，我们坐回去再出发。在那里。可以啊，坐回去再回去。上次没下来，走马道路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其实这边可以放回去啊，没有东西。好，我们就在刚才那个地方下车就好了。对呢。还有一站，你等一下走哦。你等一下。阿妹多谢。阿妹先代班，阿妹做代班啦。阿妹做代班。哦，我咪代班啊，你也袂好阿妹啊，你也是新去的。的车在这里下车，那我们是二号的车在那一边上车，对不对？就刚刚左边那边。
车啦、啊。等一下，我先让他们下车。谢谢喽，还没到。